品质生活的定义也许就藏在精致大气的玻璃配件里。新恒安全玻璃有限公司提供多样款式，融入各种家居风格，凸显品味，更是凭借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夺下2022年卓越精英奖。今天就从该企业的领导团队了解他们的成功秘诀。我是从1997年开始从事批发玻璃这个行业，然后我是在2017年创立了新恒安全玻璃有限公司，就凭借我对玻璃的专业知识和市场的经验，在市场上呢也得到很多客户的信任和支持。接着我就在2020年 MCO 期间创造了属于我们公司自己的玻璃五金品牌 BPG。 我们 BPG 品牌是各式各样安全玻璃配件，主要配件为呢 Flooring 就是地弹簧， Glass Door Handle 就是玻璃门拉手，Shower Hinge 就是浴室夹， Shower Door Handle 就是浴室玻璃门啊拉手等等。那作为一个创业者呢，我不敢说成功与失败，但成功不是终点，失败也并非末日，最重要的呢是一定要有继续前进的勇气。新恒安全玻璃的主要业务是批发各种不同类型的玻璃和玻璃配件，玻璃分为普通玻璃和加工玻璃。加工玻璃的话是包括钢化玻璃、夹胶玻璃和中工玻璃。我们也批发各种高品质和时尚的玻璃配件，除了传统的白钢色，我们公司还提供了更多的颜色去符合如今社会的要求，比如玫瑰金、金色、黑色等等，给我们的顾客有更多的选择。我们的公司能在广大的市场脱颖而出，除了提供了高品质产品以外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顾客的认可和支持，这是因为我们给予了优质的服务态度，从而让我们在顾客的心目中占有独特的位置，为顾客提供培训、客户询问等多方面的支持，以便帮助顾客从细节中打造完美。我们公司的使命是专注时尚风格及品质卓越，为更多的建筑带来各种的不同环境的风格。我们公司的愿景是以消费者为中心，成为全马时尚风格及品质卓越兼备的公司。因为我们的努力以及成就被外界看见，获得消费者的肯定，还有我要感谢我亲爱的顾客们对我们的信任以及支持，这个奖项是你们陪着 BPG 拥有的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公司将会持续创新和推出更多不一样风格与品质卓越的新产品，来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。我们 BPG 玻璃五金也期望能在2023年内开始进攻东南亚市场，迈向国际品牌。玻璃家居配件大受欢迎，成为主流的当儿，期待新恒安全玻璃精益求精，展望未来，成为马来西亚首屈一指的玻璃五金品牌。